变换个性超级般陪，完全没有病逝感。20岁的一个男性要去溪边玩，骑车骑到一半不小心就累残了，脚就有一些擦伤。去溪边呢，就用水洗一洗，然后泡在溪边玩一个下午。在急诊的时候，已经到腔室症候群，小腿啊、大腿或撞切的那种伤口，让那个减压住院住了快2个礼拜。2个月后又来找我，脚又发炎，觉得脚割的那几道不好看，就跑去刺青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